伯前糊涂忘记要开演唱会的表情，在颁奖典礼现场被直播翻摄自伯前 IG。娱乐频道综合报道，南韩航团于素金24日在首尔高尺巨蛋举办第四次巡回演唱会 EXO Planet。伯贤又超惊讶要开演唱会的事情，合成图翻摄自 YouTube。影片中，先是 EXO 队长 Seo 发表感言，感谢粉丝 EXO L 以及公司，一路有他们的支持才能拿下 R 典礼歌手部门大赏。在感言后半段，队长 Seo 也向观众宣传他们将在今24日举办演唱会，不过站在身后的伯贤瞬间露出惊讶表情，抓着一旁的世勋是下心急吗？还向其他成员再次确认，嘴巴为开的像是在思考，接着还将手放在胸前，似乎想抚平忘记要开演唱会的事情，或像个受惊吓的孩子。伯贤在影片中展露真性情糊涂的模样，成为另类的焦点。影片截取自 YouTube， 如遭一出镜请见谅。